喂，兄弟们，游戏进了，先打一把再走吧，好吧？游戏进了，游戏进了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说到这个耳机怪怪的，说实话，这个耳机很怪，我听的是自己的款，感觉很怪。用这个耳机凑合一下吧，好吧，凑合一下，凑合一下。先下播之后，我重装一下系统，然后就下，明天就观看体验就会好一点了。先凑合一下啊，耳机坏了。我操，这你凭什么不走啊？我站在永恒的边缘上。见识下我的力量。那么自不自在，接他一下呀！这情侣傻掉了呀！这情侣傻掉了呀！这瞎子信号都点烂了。哎，冲动了，感觉是不？永会疯狂。
我操！奈德，爸爸走了。他已经死掉了，不用去了呀。你老子放票死了死了我给 Q 到了他们一个一手为什么不看一下萨米拉呢？我操，他们打起来没人注意萨米拉的，这种人马鳄鱼肯定要先注意萨米拉。萨米拉他这个，我操，是的呀，这，我操，不会又拿个 SVP 吧？我操，原来我还以为我抢到了。
团之前，我消耗了很多血。兄弟们，喂，我这个麦有点炸啊，可以重回 S 9兄弟们，重回 S 8我是炸麦少年。